南宁王打野，他有一个几乎所有英雄都不具备的优点，就是他的上手难度是打野英雄里面最低的。正因为他上手难度低，所以打到后期的话他会很乏你。同样的道理啊，如果哪天轮到你要去打野的，不知道怎么办，你就拿个南宁王。我们这次就拿一个简单一点的，甚至你可以完美复刻出来的南宁王的打法，抓完野区随便去找一个人打。本来是想打亚瑟哥的，可谁知啊，草里面来了一个法师，打完以后先走不管队友，但是也不要真的走了，对吧？等下河道这波团战打完，该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然后打着打着发现我又出来了，接下来隐身走看情况，还剩下一个打野跟一个射手，打野不知道在哪里，那么可以去找一下这个白金守约。这种时候啊，南宁王这个被动终于有用了，二技能中了，不要走，先不急着走，把这个眼睛一个宰了，先不要着急想着下一步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啊。哎，我的被动又出来了，这阿珂要过来，没有关系，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打不打得过他。好，这里啊，事实证明前期南宁王只要不跑啊，还是打得过阿珂的。这种时候啊，你是可以不用回家的，二技能标中三个，然后一个一个打，这样就可以回两次血。回来刷野的时候还是同样的道理，再摸一下，还摸一下，来回了两次血，对吧？这样一通操作下来，打完以后，哎，我的血要满了。刷完野自然就是帮队友抓人了，你两个看我一箭双雕。细节把人头让给我们家对抗队啊，因为你要知道南宁王这个英雄是不需要经济的。好汉不提当年勇，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说了。然后接下来要干什么可以稍微思考一下，上路是个金金的话没必要去啊，因为肯定打不死的。野区现在什么都没有，对面打野也没了，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开农啊，或者跟我一样等着射手来就好了。哎，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的白金守约很可能他在那里拉视野看亚瑟哥怎么应对我们家的两个人，所以啊，我就算是过来了他可能没反应过来。哎呦走，然后往下走肯定是不行的，回头啊，回头可以找一下对面的法师啊，因为那个法师刚刚好像想来抓我。打野南京王另一个优点来了，就是即使我没有大招遇上脆皮法师，他还是打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接下来把拿 buff 打完，看一下上路是不需要我去的。阿珂脚下没有拿 buff， 注意到没？那就意味着在拿 buff 马上就要刷新了。这样的话，咱们可以走野区，看看对面下一步想干什么。被我们牛牛给拖住了。好，来了。可不能让你走了。注意好，千万不要被亚瑟哥给盯上了，这小子要来追我。我走了。隐身，你看不着我，我回头啊，把拿 buff 也给打了。记住了，南宁王打野最重要的一点，多晃悠少打野，只要旁边有队友啊，不管是谁你见人就打。就好比这里有个亚瑟啊，正常来说我肯定是不打的，对不，但是旁边有个打几亚，我为什么不打啊？打完之后立马往后走啊，法师我上路去打我们家马子哥，这样的话我感觉这小子可能要从红区回来。而且这里有个意外惊喜，就是这里有个红 buff， 那么进我可以蹲到对面的法师，退我可以蹲到对面的打野，这样的话我横竖都不亏。好小子，算你小子命大，不过也还好法师没闪现，我感觉这个红 buff 可以拿。算了吧，还是不拿，我是万万不能浪的那个，因为这把队友估计又得全靠我了。先不管，不要刷野，往下路来，这里有个眼睛啊，我从这里绕过来，没人知道我在哪里，先把亚瑟哥打死。这样的话对面只剩下一个射手跟一个法师，他们等下肯定是不敢守塔的，所以我有理由怀疑这个米莱迪等下他直接把这个塔不守了，直接回去了，这样我就可以在这里蹲他啊。不要急啊，等一等，等 BK 进塔再去打啊。来了，把这个一看太年轻了，太急躁啊，不能急的。看好，米莱迪要复活了，先不要管，拿 buff 刷新也不要管。正常来说打到12分钟我这个战绩啊，对面打得过的应该只有阿珂我可能打得过，然后就是这个米莱迪了。本来我是要开农的，想想算了，等下打着打着这米莱迪过来犯贱啊，所以啊，我决定先把这小子抓了，然后再去打那匹车。不对，对面的人估计要来了，这那匹车肯定是不能打的，这个样子的话先找人啊，中路兵线要来了，不要管，把兵线清了再说。升级啊，因为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4分钟了，这把对局已经不是我所能左右的了，接下来我能做的事情就只有看住对面的法师了。我刚刚看到对面好像有人在偷赖皮蛇，可是我也不能去呀啊，我只能帮你们把这个米莱迪给收了，然后加上他们刚刚把赖皮蛇打完，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他们要来找我了。这狄仁杰呀，你是真的是啊，也还好啊，走啊，这兵线不清啊，估计有人要来找我，我直走。看不着，你要打中了我就举报你。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了。打到这个后期说实话看运气的，
但是也是需要一点点技巧的。就比如这亚瑟，我没打算打他，我肯定不打这亚瑟呀，我打这亚瑟那阿珂不就把我们几个全收了。再走啊，哎，对面没了三个，我们好像赢了啊。这把拖到后期能赢的话基本上也是运气问题了，但是前期就是这么打的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给各位一个不会打野的人要实在没办法来补位的一个非常非常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说你要真的想上分，你想靠打野南宁王上分的话估计还是比较难的，但是你要放在一些特定的阵容里面还是很有用的，所以该学还是得学一点。